救灾耗损掉的水带，那我们都做资源回收。那有感应要做那个资源的有效运用，配合今年的青年防火，那我们将水带做成消防提水带。那它的构思主要是说，可以让民众带一些水去将我们焚烧民宅所剩下的灰烬，把它做一个冷却，避免因为风吹造成森林大火。那这个构想其实是同仁互相脑力激荡所产生。那同时我们今年分队采购一些喷水罐，那喷水罐它的好处就是可以用少量的水，那产生大量的水雾，同样是去冷却燃烧民宅所产生的灰烬，一样去防止森林火灾。谢谢。